马三立是我国著名的相声大师，在他一生漫长的舞台生涯中，饱经风霜，历经坎坷，却矢志不移地坚持相声事业，把生命精华全部奉献给了相声艺术，是相声界年龄最长、辈分最高、资历最老、造诣最深的相声泰斗，深受社会各界及广大观众的热爱与尊敬。你老不老实，我揍你，非带不可。儿子马志明从小学习相声和戏曲，深得马氏相声真髓，传统艺术功底深厚，形成了不温不火、不急不躁、不喊不叫、不昏不闲的艺术风格。听众听了他的相声，会回味无穷，恒久享受。好嘛，这河南坠子全世界都有啊。马老师您好，欢迎您接受我们凯丰访谈。那刚刚我们看过这段视频呢，让我们再次领略了相声泰斗马三立马老的风采，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在您的相声当中所蕴含的这种马氏韵味。那很想问问您，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相声世家，特别作为您是一个相声演员，自己的父亲呢又是一位相声大师、相声泰斗，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幸福？小时候有过几年，就是他当1953年进天津广播电台说唱团的时候，从那儿到1957、1958年这一阶段，是吧？有一种天之骄子那个优越感，对，因为那您知道当年就是马老在这个行业当中的分量和位置吗？太是不是也不知道，反正感觉他演出就是火呀，是个受欢迎啊，对吧？那天天每天下午跟晚上都在那个当时叫燕乐的红旗。现在就没了，就是那个荣基街那儿，南市，天天干业务，每场都得老头那且给大伙拜呢。那很想知道，作为儿子，您是怎么样评价心目当中的父亲？他是一个相声痴，相声痴，痴迷到极点，是这么一个人。您能举个例子吗？痴迷到什么程度呢？他一切天天生活，上台更别说了，上班也是研究相声。在细小的关键是什么大事小事都研究相声，捕捉这相声当这个生活当中的相声题材，那是非常能力大的，因为他全身心投入这个。就回到家也是这一套。对，哪怕咱玩笑，比如说我逗我外甥女儿，一大苹果，这孩子特别馋的，吃东西气，抱着我本来一口我就一口，舍不得，最后谈妥了，就咬一口，拿过来。那时候我那牙比现在得大，后来换假牙了。大牙，它北山苹果，糠那苹果松，它不像国光就脆，对吧？那么一刀，咔嚓一下，一多半过来，给他这，给你这个，我就一口。这孩子一看这饭啊，哇就哭了。我当时就逗孩子玩，我根本没往心里去，天天玩笑。老头在旁边哈哈乐完就不提了，也不说这事儿了。练气功他就用上，他不只不过他有些发展就丰富了。跟这块这饭了多，这块多好，没糊，这句是糊，没糊，这包就在这个，跟这块多好，没糊，这个核心就不用说，我多半拉都过来，糊在我这儿咔咔，那大牙跟台钳子似的，吃了给你。您说这真是没糊，那肯定多半俩在我这儿，少半俩。生活里边这小节啊，包括街坊邻居啊，什么干什么的，求大爷呀、算卦的呀，原来我们就是会住的那个南市的一个大杂院里头，你知道吗？都是五行八作，反正都是这个隐居卖浆者，是吧？你比如说麻将牌，他会打，推牌九，什么这些东西他都会，从来没跟人玩过。跟谁都是跟人玩牌，没他浪费时间，只有相声是浪费。哎，你比如说算卦的东西啊，什么麻衣相、圆柳庄啊、水晶鸡啊、相法大全、相法他都能背下来，他是为业务用的。哦，有一段相声叫相面，就实际揭露这种骗人的东西。是那孤独一只那个吗？大相面那多了，他的相面最全，而且他里头净是原词儿，你知道吗？一般人使相面就剪那包袱，拿捧哏造改的，对，效果好背。他不是，他还得有点真的。
什么叫六爻八卦，他都会。他都是跟那些比如算卦。八八六十四卦，啊，他都懂。我那时候我一看，我在农村也没事儿，我就跟他学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学这干嘛用呢？不是信这个，嗯，拿这个在破除这个，嗯，写到相声里边破除迷信，哎，对，只要是在相声上，他下多大功夫，嗯，他认为都值。嗯，你比如十点钟开始，嗯，光是那个写完的稿也不是往哪儿送，足得这么一路。就这一个相声的稿子，啊，没事就默写，所以他张嘴就来啊，没有说他吃栗子的时候极少。老头是这个，一辈子吃亏让人，无智无求。后来电视台给底下写叫无欲无求，嗯，人没有没欲的，嗯，七情六欲谁都有，对吧？人之常情。他不是无欲，无智无求。哪个智？树心加一个支援的支。哦，无智无求，妒忌，妒忌就是智。他从不妒忌谁谁谁比我强，排场比我火，赚钱比我多，他从来不往心里去。他很注意自己这形象，就包括马六甲，在河西区有一个马三立杯相声比赛，嗯，91是92年，六甲刚拿完全国的京韵大鼓一等奖。这兴致勃勃，这回我怎么着为起码能二等奖。嗯，就现在咱们电台还播六甲那段，对，小的时候叫照猫训虎，是，对吧？认为我稳拿呀。嗯，大鼓我们家不干这个，我都拿一等奖。这个结果老头找组委会，六甲别进决赛。为什么呀？你把这马三立背这几个字儿都 K 下去，你叫河西区相声比赛，他拿特等奖我管不着。马三立碑，就是我指使让孩子，你就给他一等奖。他觉得这个是用爷爷的名字冠名的比赛，结果孙子拿了一等奖。无私有弊，他说：“我说您也这活您根本没管，是吧？是我给他弄的。”那也不行，他你把这几个字扣回去，我就不管了。老先生很耿直的一个。最后他不落一个，就是一二三等都没他。最后是什么奖？组委会奖不合适，得来个特别奖。啊，哦，还有一回，我上那他住一公寮，嗯，我呢腰不好，我看他那有好多那个伤势膏，嗯，我说您多拿点我贴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有医疗吗？有问那个医保吗？嗯，自己拿去。其实呢，他咨询到时候就给报了。对呀，我拿一摞面还能再拿，我都拿走，没事儿。不占公家钱。你有你的待遇，我这是没我的。在我爸爸身上，你甭打算有一点儿得外的好处，甭想。他就这种人，特别的正直，就这种人。嗯，那我觉得您跟父亲生活这么多年，是不是您的身上有很多父亲当年的影子？包括为人，包括从艺。反正老爷子说，别干缺德事儿，别干坏事儿，嗯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种话他老。人生的信条，啊。哎，他老是这个样，嗯，这样人不可多得。太少。这样太不可多得，对。只要是让他上台啊，让他演出啊，哎，你给他任马待任何待遇都高。是不是您觉得很难理解？热爱观众，热爱生活。嗯。他不管是逆境顺境。他总能活得挺好。你刚一到农村呢，你没下放过，你不知道，你没去过农村，嗯，刚一去，哟，就这样，一下雨，他哇嚓，住人家那个小西屋里头，人家借人农民房，刚一去，你知道，他马上安排的井井有条，哪怕这窗户一看，哎，不老好的，后来给我们盖那房子，窗户也是破木头盖的，哎，他自己能做一个小窗户，这四扇吧，嗯，他把这玻璃拉下来。他做一个都是笋子活，这个他也会呀，啊，还不是拿钉子钉着吗？拿锯一点一点拉，马老自己干细极了，哦，你知道吗？做一个笋子活，荷叶这么打开了放烟，你知道吗？热爱生活，嗯，热爱观众，他的最好的朋友是观众，尤其在这个华北，有一年80年代初84是85年，这江大爷在王鼎立住，当时就80多岁，你知道吗？
让孙子推着自行车推来的。为了听马老的相声。因为散场没公共汽车了，就那时候没有出租，我记得。嗯。三轮也很少，就算有三轮，怕顾不上。嗯。让孙子推着，总得坐那儿听。其实老头那段子他都听过，知道吗？百听不厌。对呀、啊，等散场，老头脱了大褂，擦了汗，顺前台出来，江大爷还在那儿站着。我说江大爷您怎么还来呢，您这岁数了，记住了，杜儿你上台，江大爷没在台底坐着，江大爷就死了。哎呦，太感人了。这样的不是一个俩，不少，有一群拥趸。哎，这句话老头这是最大享受。说相声这么些年，在那个政治决定一切的特殊年代，因为父亲马三立讽刺官僚主义的相声卖猴，使得全家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。马志明刚刚开始的从艺道路跌入了深渊。1971年，马三立和马志明被送到了天津南郊，这对马志明来说是天赐的学艺时机。马三立把自己的相声口传心授给马志明。这时的马志明不仅是他的儿子学生，也是他离不开的观众。这个，一条腿儿，金鸡独立，有呀。这个，夜叉探海，这个举火烧天，看准了再说。嗯，不知道您这是电视机那天线。哦，走。有人说您那七年是上了一个人的相声大学，我一算，这差点就两个本科了。那段日子对您的相声从艺应该说很有影响吧？对，老头儿闷得难受，他把他过去舞台经验呢、啊，遇见什么是非常的这个事儿，哎，当故事就给我讲，哎，等于就我就少走点弯路，嗯，对吧？另外呢，你没听过的段子我跟你说，另外他拿手的段子，他得意，他拿着。说一遍，嗯，哎，我有时候追记，那年头没有录音机呀、啊，就后来凭着回忆，哎，他说完我赶紧就别理我了，赶紧就记下来，哎，那您是不是一跟马老提起这种什么当年的相声作品，马老就特别精神，来劲儿了就，是吧？全忘了，哎呀，有的呢，有那关子地方，就是那个小罐儿啊什么、嗯，哎，我说您说说，我写这倒没用了，没用他也跟你说。他说就像您说相声吃他就爱、哎、他拿这个当享受，就平常吧，比如说他待着待着、嗯、他想起来了背个贯口，都上不了台了，都甭想再重新登舞台了，你背那干嘛呢？到我你没事外翻跟的那土地多好，你活动活动身体也是好的，还是他出那主意都是业务上用得上的。再有我借这机会呢，我也是好多段子我没听过，我知道的名字，嗯，你知道吗？那老艺人啊，那年头啊，周爷爷、周蛤蟆呀、啊、什么杨少奎呀、啊、这些个早就故去的这些老演员、嗯、一说话，我当年啊，我使那贼鬼多刀怎么来怎么去，我使那个九头案怎么着，我使张双喜，我使没听过，嗯，哎，您说过那个张双喜吗？嗯，我不行，就是你大爷，当初你大爷说张双喜，光往里进人不往外走人，那都随便听，我不听走，不是买票、嗯、打钱呢，不是说着说一拍桌子，后边费钱、嗯、就敛钱呢，开始敛钱了啊、嗯、他只能往里进不能往外出，为什么？音响就给你抓住了，甭想走，太吸引人了。对，嗯，我说您还记得吗？我记不全，反正是大概其实这么整的啊，他就说一遍，这里主要的包袱是什么，他一说的还简直就跟他当初演过这个，有的他没说过，哦，他听的，对，嗯，所以后来有好多人呢、嗯，比如说他想讨我爸爸好，知道吗？嗯，甭管是这个不是说相声的行业的，或者说是想学相声的，嗯，我给三爷，我给老头买点嘛，他抽烟不抽？我说你甭打这谱，他抽也不抽好烟。一直就是恒大，嗯，就抽这个，别的不抽。嗯，想讨的好、嗯，怎么办？我说你就夸他哪一段子里头那点小接过眼儿，只要到那儿，哎，老爷子，那年我听您那个，您往后撤一步，眼这么一看他，就不一样了。别人说这个没这点儿，
您一说这个，哎，那劲头那效果哇就上来了，这一下子搔着痒处了，知道吗？这你知道吗？老乡来神儿了，就来劲儿了。你给他送多少酒，送多少烟，甚至给钱，不拿当回事儿，嗯，知道吗？这里还外插花还那么一个，有一个建工俱乐部的那么一个业余演员，知道吗？叫李浩然。他岁数现在活着也就是74、75，八十来岁，也就是比我爸爸小20多岁，算晚辈了。哎，晚辈的晚辈，嗯，是赵佩茹的学生。哦，反正我印象里头，我们家坐上课就是他，业余说相声的，是个电工，听相声听得深。他每次到家来，从下午3点来钟，他一来，我爸爸那钟点睡会觉，晚上有演出的话，我妈就得大个儿大个儿，管叫大个儿，你知道吗？大个儿，浩然来了，啊，好，赶紧给他沏那茶，你知道，这一般人没这待遇啊。然后这 VIP 待遇，爷俩坐那儿就聊段子，他是文根。那孩子，那个李浩然是文根比较好，他分析老头的段子，聊到5点多钟，告诉我去燕春楼端4个菜，还端饭啊！我去拿着饭盒端菜回来，爷俩喝点酒，他来没有说买过东西，空手，多少都空手，但是老头那个，哎呀，美极了，特别高兴。为什么呢？他说的都是他心里的。他想在这地方下功夫，用过心的，他都知道。有的人比如说您说那段儿啊，太把我乐坏了，当时不乐，我一出去一琢磨就乐，这种话听太多了啊，水词儿，烧不着他痒处。一定唯独这哎说到他点子上的人，嗯，你只要能够理解他，嗯，他最美，他拿你当座上客。我明白，在相声界里头，甭管是哪位，嗯，多大腕儿上我们家来，基本上不管饭。只有他，嗯，你就是侯宝林大师来了，嗯，也就跟我说他得在这儿吃饭，你看看给他做点什么呀，不是去那儿端我妈有病，我说那只能我买一斤羊肉我包饺子得了，嗯，侯先生擀皮儿，我和面，侯先生擀皮儿，我包，嗯，那就是已经是最高待遇。这跟我最近一段时间看到日报的一篇文章，就是它的题目就特别吸引人，叫相声就是马三立。这话是马季先生的话，原话是吧？就是告别舞台的时候，马季在台上，嗯，什么是相声，马三立就是相声，什么是马三立，相声就是马三立。嗯，他还给写了一幅字，嗯，老大的一人多高那个，哦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今天跟您聊，我就觉得这两句话真的是对马老一生最好的一个评价，或者说一个概括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他应该说是把相声当成了自己一辈子的信仰。对，他这种信仰对我有影响。开始我已经爱怎么地怎么地去吧，反正也不让上台了。就是跟您那首诗。最后你能把我搁煤铺去，我给人邀煤，我就挺高兴的。哎，我绝对想不到。还能回来，嗯，是吧？他说，你只要活着，就得有信念。这信念支撑着你，你如果都万念灰了，你说你多余活着，白浪费粮食。就马老的身上永远有一种正能量，对，永远有希望和一种信念，对，在支撑着他走下去。是，在这业务上没有脾气，有的比如说老头船底就是大咒最后一段，嗯。前面演员给刨了，把他里头那个包袱精华，比如说哎给你说了，也有的是无意的，也有是发坏，看你最后怎么办。这是在文艺界经常的，就跟武生大会翻跟头，都翻绝了，最后看你这角你翻什么，给你出难题，哎，360也翻了，大过桥小过桥，一切的回龙都翻完了，你怎么办？你要没能耐，你跟我翻一样，你枉称大角。嗯，你拿那么多包银，你他是挤兑你，嗯，那真角不在乎，我来一最普通的全压下去了，哪怕我就一轱辘毛，你来不好，我这是标准的。马老能做到，穿底，嗯，头里你刨去了，
刨完以后还不改活，我还是这活。嗯，我能躲着你，那就是经验，是吧？脑子里的这个东西太多，我可以不让你把我这毁了，知道吗？这点上，有的那团体坏了，没法演了，他给我刨了，我怎么办呢？这个就没有过一次，没难住过马老，而且用不着听活。有的我团体打头一场，我就在那盯着，还告诉你别说那个，害怕越了是吧？对吧？要说什么不该说他的话，你要没那能力，你别传。嗯，对吧？你又份儿大，完了你还限制这限制那个，老头从来没有，随便。他每次都能应对自如，准让他效果还是很好，不可能让谁把他说完，我上不去了。嗯，你说，这是就这里的这个随便拆随便改，还不失原味儿，而且他的段子每一个段子都要说有一个正能量。哦，还有正能量。他要说明什么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道理，嗯，欲褒贬别善恶，起码分辨是非，让你有这个。其实听完了说这什么，说了半天这中心内容是什么，不知道。火是火了，没中心内容。不会。哎，那不可能的。他总得有一个，就哪怕逗你玩，头里头起码还得宣传一下，咱是日日防火，夜夜防盗。他还得宣传这个。对吧？但是他所构造这一段的时候，他准有我利益。嗯。哎呀，这个问题还没谈呢，怎么能算了呢？再说父亲恢复登台表演后，马志明也开始厚积薄发，在继承传统相声的同时有所创新。因为有戏曲功底，在相声表演上有意识地增加了唱和动作的成分，先后整理改编，创作了众多的相声作品。纠纷就是其中代表作之一。他没压你脚，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？你这个年轻人这样不对呀，五讲四美你不懂。哎，同志，我给证明一下啊，他没骂街，没骂街，他这叫口的缘啊，带出来的。我们俩相好，这不能算骂街，不算。哦，我认为一个好点的相声演员啊，想从事专业的演员，必须能闯。如果都是人家脚本照猫画虎，人家说完我按他那学，反正能凑合干，不可能有大成就。包括你们让我跟我爸学，包括他的动作，啊，这样什么，有时候他演往那儿看，对吧？我如果学了，我就叫滑稽人了，因为长得不一样，观众人缘不一样，积淀不一样，自己能耐但没到那份儿，你学他，学我者生，向我者死。老头经常说这个，你领会这个包袱劲头，特别是自己能改活。从改活开始。因为大部分段子都是这观众啊或者业余的创作员拿过来，肯定不能拿着直接念。都得画到自己身上，自己能改。这第一步。这是第一步，对吧？我们老头那些新段子，哪个不是他自己改？对吧？老段子它不符合时代了，一些旧语言，你再说人不懂，是，对吧？拿手绢这个卷子呀，这谁是什么呀？变道牙子呀，过去小时候听的活都是这种，这路词儿，现在已经不你得随着时代，你得改吧。对，说我就死削那就没效果，就没人听，所以很多人对您那段纠纷印象特别特别深。可能很多人认识马志明马老师也是从这段作品开始的。那是您哪年创作的？当时好像是八五年吧，八四年底八五年初。我们在中华演出，中华就是南市口那儿。下午演完了，晚上还演。有时候呢，晚上不演，我上人民剧场那儿看电影，不挨着近吗？我们那口子呢，那个孩子老住姥姥那儿。我回家也没饭，白天演完了，就斜对过有一小红军饭馆，弄三两蒸饺，吃完了干嘛去呢？就上和平路治安派出所，马路对过就是和平路治安派出所。去那儿干嘛呢？我都熟啊。哦。到那儿以后呢，一块儿聊天啊，喝点茶呀。另外呢，不是有意识的采访。他什么事儿都有，
是吧？办户口的也不是办户口，就是调解矛盾的，打起来了，谁都是矛盾啊。哎，就碰见那么一回，就这么大的事儿。然后我就还往派出所坐着去，马路有打架的，我就看，像什么拿的龙啊，什么这都是在马路学来的，就搁在这火里了。天津话。哎，然后我给我爸说一遍，我说我写这么一个，你写一个，你说，我说完以后，你这个不行，你这警察形象立不起来，他带着国徽呢，他代表政府。老爷这观念，你把他得树立有幽默感，执法严明，他是提出这个来，他这一句话就画龙点睛了。是2008年，可能是要不就2009年，这不是我也没参加，反正人家中宣部那儿不评这个金唱片吗？那儿就给我定的是金唱片。金唱片，这大奖啊！哎、对。那当年马三立马老看过您这段纠纷之后，是不是给予一个很高的评价，很肯定？不是最高，他这还行，还行。他说这段最大的特点就是，不是照原来那格式，肯定我这点是一个用相声话说，这是一个新的梁子。哎，这种使法的单口，哎，是创新，他说这个。这不错，他认为我使得好的是我那个五味俱全，就那个写武侠小说骗钱那个。但好像观众最认可的还是纠纷。哎、对对，影响力比较大，因为这个贴近生活，是，对吧？那个写小说那个，有的好多人们不看武侠小说，对，不是说很普遍都，你要说生活东西，人们都司空见惯的，这比较。容易抓观众。我不知道，如果说用一句话、两句话来概括马氏相声，您会怎么解释？就贴近生活。贴近生活。他不是单以包袱来赢得观众。嗯。但是他这包袱要出来必响，为什么？有呼应。我也这么想，我见过这路人。但是你没把这集中凑在一块儿，我谁什么样谁什么，你这一说。对，真是，啊，他这个东西，观察生活太细致了。另外一个，他在传递一些知识，哎，正能量，哎，就包括过去传统相声，他也是这个忠孝节义这类东西，有这孔孟之道的东西。等候接相声演员，如果要是想沿袭马氏相声的风格，您会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？我认为应当继承老头这种，第一，他是这种对艺术的执着，这种精神，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，是吧？钻研，哎，一切都看得很淡，就是活，全身心爱观众。所以马氏相声传承，第一要传承老爷子这种精神，是吧？第二，学他的这个艺术上的这个精益求精，这研究的深。这一句话，他那为什么他老默写？这词儿有点多余，拿下去换一个什么字儿？老在创新，老在修复。哎，他老在研究这个，这种精神跟传统相声的技巧的继承，如果掌握了这个，再有这种精神，再学老爷子这种使法，那就是马氏相声继承人。不等于说我们家儿子、我们家孙子。尽管我们到我这辈儿已经是就算是太爷爷爷，我父亲我第四代了，对吧？马六甲就必须干这个吗？那倒不一定，因为老头从那个过去他的日记本上，他都写着顺其自然，